干嘛呢？干嘛呢你？你脖子怎么了？有点冷。我去关一下那门。不用了，不是风吹的。还是关了吧。我就是刚刚在冰箱前站太久了。你关门的声音容易吵醒珊珊。哦，他明天就回学校了吧？啊？王珊明天走吗？我不知道啊，他不是跟傅佩吵架了吗？那我让傅佩来接他。我们这样做是不是不太好啊？我是郭毅，我是司徒墨。你俩是不是有病？大晚上打电话说相声是吗？珊珊在我们这里。他去那儿干嘛呀？这么远，明天不是？你现在来接他。切！你别听他的，珊珊已经睡着了。我是想说，珊珊看起来挺难过的。那你明天一早来接他。你就不能婉转一点吗？我很婉转了。你这叫婉转？当然。那你不婉转怎么说？你女朋友在我家很烦。准考证、学生证、身份证、铅笔、橡皮。你怎么那么早啊？再睡会儿吧，还早呢。没事，我醒了。那你吃早饭吧，我买了早餐。我们还是别叫他了，他可能还在睡啊。我早上出门的时候就看他在客厅喝水了，所以我才买了三人份。那他想吃的时候自己出来吃就好了。吃早餐是吧？走吧。早餐店里有的我都买了，看你们喜欢吃哪种。用筷子吃，有。
用手吃吧。你们今天有什么安排吗？没安排。珊珊，嗯，哎，就是说，梦露今天要去逛街，你去不去啊？我当然不去啊。哦，那你今天是不是要去图书馆呢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没有没有，我就是想说。如果你今天不出去的话，我们可以一起看电影啊。